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美卡，我是 Special Campo。 那今天我们一样来送这个货柜啊。然后其实美卡好像没有像欧卡那样有事情可以讲，所以不管，我们先发动引擎吧。哇，这种还是这种美卡的卡车头的声音好听啊。 OK， 然后上路。没卡就玩手牌了，就是在欧卡说过，就是欧卡之后可能就是玩自牌，因为好像大部分欧洲卡车都是这样，就跟进一下。哎，前面这是要怎样？他是让我吗？还是他要左转？他应该是要左转。哎 ，AI 搞不懂他到底是要让还是不要让。他应该是，他可能会就是我比较突出的时候，他们会想要让，然后但是我不走的话，他们就会自己走。鬼哦！要过就快过，要过就快过！天啊！话说这边会看美卡的是？纯粹就是你有欧卡，然后既然有美卡，那你看一下好了，还是说你真的就有在玩美卡？还是干脆美卡的多人也来搞一下？不过人可能会不太多，到那可能就是真的。我开这个中间啊。地板也太白了吧，我完全看不到线欸。哦，有，变黑了，对嘛？我刚才完全看不到线在哪，而且那个线又是黄色的，它反光，我直接整个刚才看不到。现在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沙漠，还是美卡的那个引擎上那个声音好听啊，听起来真爽。
现在到底是绿灯了还是？应该是绿灯了，因为这个遮阳板全部都挡住了，我完全看不到红绿灯。整片全都是沙漠啊，就是没有，我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就是带我们到走到那个高速公路，还是就是完全在这种沙漠中间走、啊，然后就直接到目的地，因为这张的距离其实也没很远，200多而已，快300，有可能都会整个都在这里，说不定。这里路好怪哦，那种应该这种都是类似那种沙漠中间的那种小城镇啊。沙漠里面那些小镇啊，休息站啊那些，然后出去之后又回到那个沙漠。这个弯我如果没有减速的话，会弯得很恐怖哦。这个
从远远的看，感觉那个弯就没有很急，然后就快到的时候才发现，哦，那个弯很急。前面这个弯也很急。而且这边有点爬坡，再让这些弯速度都要放慢。哇，走这种路比走高速公路好玩多了。高速公路是直走啊，什么的无聊死了。在这种山路之间，这种急弯什么什么的，减速、加速、换挡，这都还比较不无聊。发现一个新景点，什么景点啊？该不是那个吧？峡谷？应该不是啊，像那个叫什么、啊？大峡谷不在这里。这里怎么会有校车？前面的小镇那个。有学校是不？OK， 到了，右边而已，右边而已。这趟完全都是走沙漠，然后没有到高速公路那一种，这种我喜欢。OK， 看一下它停在哪。哇塞，这个高难度，高难度。哦 ，shit， 我离合器又放掉了。
还好，还没说高难度，就是它的仓库后面嘛。是 OK。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看一下可以转得进去还是OK， 我距离拉得不够。在前面一点点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边我再前进一下，可以。太晚转回来了，太晚转回来就变成那种，就是太晚转回来就变成那个货柜就歪掉了。OK， 然后手套是拉起来。好，今天这张欧卡就到这边结束，希望各位喜欢。那一样，如果喜欢影片可以帮我个赞。那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影片。那我们在下一张的美卡再见喽，拜拜。